62万了，来家人们来一起动动手，来一起动动手，给我干到80万去。彭总，你学谁呀、啊？学王菲吗？刚学说谁？彭总，你学王菲，他公司都不要，他要阿梅。你记得啊，家人，谁都想为爱勇敢，知道吗？谁都想。但是因为有了问题摆在那里，有了事情摆在那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。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去表达这个问题。你们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都懂。包括有的粉丝跟我说，你要跟玄玄在一起，直播间瞬间破万，对吧？想卖货可以卖好多出去，对不对？能卖100万的货出去，对不对？你们说这些东西我都懂，知道吗？我都理解。手点软了是吧？感谢盛夏阿姨，我们就打 PK 吧，我不知道干嘛了，打不打 PK？ 看不看别人跳舞？我唱歌不好听，我唱歌吊人，打不打 PK？ 家人们，我不知道干嘛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来打 PK 的扣一，不打 PK 扣二，打 PK 的扣一，不打 PK 的扣二，我不知道干嘛了，这已经。我不知道说啥呢，我唱歌吊人，我唱歌不好听。唱个嗷掉人，我唱歌能唱到700人去，你唱掉一半的人，要不要打 PK 家人们？要不要找人打 PK？ 听听别人唱歌跳舞，找点才艺主播玩一玩，要不要？要的可以，不要的扣二来。我尊重你们的意见。又唱小芳，不唱小芳了，天天唱小芳，天天唱，天天唱，没意思。唱多了知道吗？唱多了你，唱多了会唱那种习惯。一个习惯形成之后很难改掉的。来打 PK 的扣一，不打 PK 的扣二来。打是吗？行，我看见很大多数都是扣的打是吗？来，随机连一个，随机连一个。哎，我怎么看见糖糖在开播啊？算了，不跟糖糖连，跟九妹连。我看到九妹也在线，跟九妹连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看着好眼熟啊！看起来好眼熟啊！对，我刚准备打 PK， 然后看到你出现在我的朋友列表里面。啊，对呀。你今天人挺多的呀。今天人挺多的，16000人啊。对啊，我是看到10000多人呢、啊，我这边100多人，嫌不嫌弃？不嫌弃，不嫌弃。不嫌弃是吗？嗯，行，那今天能沾沾你的光，好不好？行吧。玩一把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都长得这么帅了，你长得帅，你说的是？要求不过分，好不好？输了之后给咱们直播间家人跳个舞就可以了，行不行？好，今天给你换一支新舞啊。如果最好的是能边唱边跳，那就更好。你会唱歌吗？我唱歌，唱谁都会唱，就是唱了，唱了鸡会跑，狗会跳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家人不跑，我唱歌他们才跑，别人唱歌他们都不跑，这样好不好？你输了之后给我们唱个歌，跳个舞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边唱边跳。唱歌就算了，但跳支舞可以。跳支舞可以是吗？行，我不为难别人啊。你大哥今天都在吗？嗯，我大哥。你有一万多人应该够了，对吧？是吧？嗯，来对面大哥啊，
手下留情啊，我的目的跟你们的目的一样，我们就想看他跳舞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这边大哥能听懂吗？行吗？哎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我家大哥都看过了，昨天我都跳了无数遍。来，我们家平安哥、长生哥他们都看过。等会儿啊，我这个人呢不善于在自己直播间拉票，但是我善于拉别人直播间票。对面大哥听清楚啊，他说他今天有一个新舞，如果说你们想看他的新舞的话，你们可以把票丢到我直播间来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对面大哥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始。行吗？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唱首歌，好不好？我输了给你唱首歌，行不行？我只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而我唱歌贼拉吊人，好不好？重开吧，重来，开五分钟就可以了，开五分钟。现在好像连不了这个五分钟的，要连哪个呀？比拼吗？我不知道哎，重连，好不好？我不太会设置，重连好不好？重连什么？重连啊？你不是不会设置吗？我也不会设置啊，那咱们就重连。现在打不了这个，我比拼你接一下就是了呀，接了就是五分钟了。哦，试一下。好 ，OK， 行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就是五分钟。闭麦。输了跳舞。我输了唱歌，你输了跳舞。他输了他唱歌。对。那开始新舞知道吗？你们可把票丢到我这边来看他跳舞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咱们的目的绝对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目的就是看美女跳舞啊。没有吗，对面大哥？长生哥，你对面大哥，你们对，长生哥，不是你们对面大哥不是你的铁粉呐、啊，他不想看你跳舞，看到没有？他不想看你跳舞了，票就砸上来了，看到没有？长生哥，你看，那啥假牙？你牙齿都假牙都掉我嘴里了，他亲了我一口，假牙掉我嘴里了。你这道具挺足的、啊，闭麦，闭麦了啊！不听唱歌，来。所有家人们呢，好久没跟九妹打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九妹是我之前的时候随机点的一个，知道吗？挺有意思，也挺有素质的。他们家直播间人少是吗？没事啊，家人家人少，人家大哥多呀。人少，但人家大哥多，知道吗？他像他们这种直播间，基本上都是有两三个大哥就能干人家两三千人的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来，所有家人们啊！不要让我们1200-1300人直播间输给人家20-30个人直播间，好不好？来，所有人来，先把小新跟我飘一波，来，把那个嘉诚干出来，好不好？家人们来，来，3、2、1，来，给我飘一波小新，家人们来，飘波小新，把嘉诚干出来。来，所有家人们来，飘波小新把嘉诚干出来，来，还差二十四个人。等我送家人，等我送啊！等嘉诚出来，现在已经是嘉诚了是吗？现在是不是已经嘉诚还是没嘉诚了？这是没嘉诚吧？有谁懂的吗？这是嘉诚还是没嘉诚呢？是50秒之后嘉诚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们就是好玩啊，家人们，就是好玩，好不好？就是好玩，行吗？不要让我大姐，不要让榜上那些大姐一个人送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来，能助力的帮彭少助力一下，好不好？能助力帮彭少助力一下。哦，还有30秒才加成是吗？那等一会儿，家人们来，先飘小星星来，家人们来，有小心的先帮彭少飘飘小星星。我不太会拉票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拉别人的票，不会拉自己的票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每个人的小心心，名字我就不一定念了啊，但是我能看到公屏上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每个小心心。这比拼值是加成中，怎么又变成51秒呢？啥意思？我们没看懂呢。那么咱们能不能先干过一个跑车的票，行不行？别人一个跑车把我们给秒了，行不行？家人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晚上好。感谢用户657，感谢用户657，感谢用户六五七。现在是加成的是吗？是没加成吗？还
感谢您飘的小心心，有票就上呀，没票就算了啊，家人们，有票就上呀，没票就算了。感谢买单吗？感谢不忘我。哎，怎么不见了呢？我感觉会不会被人偷了？真的，我感觉一个墨镜就把我偷一个。哎，感谢大姐，真的，大姐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大姐的跑车。来，再给我打500票，别让一个飞机把我干了。来，再给我打500票，来，家人们来，别让一个飞机把我干了。一个飞机是不是3000？我好慌啊，真的。感谢阿宗，感谢阿宗大哥。3000啊，可以，不用刷了，不用刷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不用刷了，不用刷，这样不用刷了啊，够了，他应该偷不了了。OK， 拉链。感谢清茶煮牛年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拦不住啊，完全拦不住！我的家人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。感谢感谢感谢我们所有的家人啊，每一个家人。专业，这就是专业，看到没，家人们？你看我麦没有？你看我麦没有？你感谢完了吗？我再感谢一波啊！感谢所有的家人们啊，不管打票没打票，家人们都感谢你们，尤其感谢我榜上的几个大姐，好吧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给彭上晚会的面子，没办法，1000多人直播间输给10000多人的直播间，对不对？感谢你们啊。其实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真的不太会拉票，你知道吗？我只会说一句话，家人们不要拉那么多票，千万不要送那么多，免得让对面家人对面没面子，知道吗？所以一直我们在拉捏，一直在拉捏，刚好就卡到那里，卡到那里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然后这次呢，也是我们险胜，险胜啊！然后把你放大。对面好谦虚呀、啊，感谢蓝色的天空姐姐。哎，我怎么把你放大？哦，把你放大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已经大了。嗯。谢谢你的关注。嗯。祝你腿长腰细，永远都不缺人民。哎呀，还是你会说真的，还是你会说真的，要不你是娱乐主播呢，对不对？还是你厉害，要不你都签人了，我才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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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家人都很懂礼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人都很懂礼貌，我们只想赢，不想赢太多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很懂礼貌的。你们家人都很有素质，我们家人也不赖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家人都特别喜欢你，他们一般人都不让我去 PK， 因为他们就觉得你说话有意思，觉得你有素质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来吧，展示吧，这个捧在这里。我刚学的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记得。嗯，来吧，来，家人们啊，咱们收获成果的时刻到了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人家刚学一支新舞，我先说清楚啊，跳完啊，你别给我做几个动作之后就收工了，跳完啊，音乐不完你不停，明白吗？等一下，完了，太短了是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敷衍我们吗？你敷衍我直播间1300个人吗？人家跳是跳完，你跳是跳个片段，真的。嗯，我把那个特效换一个，因为这个太干了，没有拉近拉远的那个特效。行，你给我们跳完行不行？我们都是花了钱来看跳舞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都是花了钱看跳舞的，对不对？跳完啊。你干嘛？你在找感觉吗？
也练一下。对，我真的好久没输过了，突然间输一下有点不太习惯。美女，我跟你说 啊，你一定要跳完啊，好不好？咱们职业素养要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家人都是花了钱的，他们都花了小心心的，知道吗？好吧，嗯，行吧。你这样好不好？你给我们跳完，等我家人们给你节目关注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给你涨涨粉，好不好？嗯。你不会是紧张了吧？嗯，是有点紧张哈、啊，面对着几万人的直播间，没多少人，就13000多人，不多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们就13000多人。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会是妖怪？就这么短，对，它是一节一节的。嗯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美女可以了，我能看，我看出来实力我没看出来，但诚意我看出来了，知道吗？不错了不错了，好不好？我说你跳舞的能力我没看出来，但你跳舞的这个诚意我是看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嗯，可能是因为太短了，所以这个能力没展现够。没事，好吧，没事，好吧。嗯，挺好的挺好的，我们是很知足的人，知道吗？嗯，好吧。我跳的不是技术，我跳的是情感。哦，你跳的不是技术是吧？你跳的是情感是吗？嗯，对，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来来，家人们，喜欢他的，给他个点播关注，好吧？喜欢九儿的，是叫九儿吧？九妹。哦，九妹。来，喜欢对面帅哥的，通通过来给九妹点播关注，给他发个福袋。嗯，喜欢九妹的可以给他点播关注，好吧？嗯，这个美女挺有素质的，知道吗？挺有素质的，好吧？嗯。嗯，你这个舞，说实话啊，哼哈，知道吗？挺吓人的，知道吗？挺吓人的啊，嗯，行。我就是关键是很震撼，不觉得吗？我要不哼哈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，对，我这舞蹈的厉害。对，你这个舞跳的过程中，就让我们想到两个字，知道吗？就是妖怪，知道吗？就能想到《西游记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嗯，好吧，挺棒的，挺棒的。加油加油，来，家人们，喜欢他的可以给他点播关注啊，给他点播关注，行吗？嗯，哎呦，为什么我们在连的时候还能有主播上来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不是你连的吗？我没有连，他自己过来的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连他怎么上来呢？真的呀，真的，他自己上来的。我手都没拿过去啊，那不可能是我连的呀。我滑滑的，不小心就碰上了。哦，行，那您太不小心了，大哥，您太不小心了，下次注意啊。嗯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下次一定注意安全啊。这个挺吓人的，这个 PK， 这里面有妖怪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哎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要是给他哄他一下，他会不会吓醒？对，我是让别人注意安全的，知道吗？嗯，行，姐妹，是叫姐妹是吧？姐妹，你慢慢玩啊，慢慢玩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先挂了，好不好？行吧？感谢对面的大哥啊，感谢对面的大哥，好吧？嗯，你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啊。感谢对面的粉丝们，感谢你们手下留情，没有把我打得鼻青脸肿。嗯，对对对，嗯，对，挺有礼貌的啊，加油，一路长虹，嗯，拜拜，一路长虹，拜拜。哎呦，真是我。九妹其实挺好玩的啊，家人们。
他是其实挺好玩的，性格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性格挺好的。你们跳，人家跳个舞，人家唱个歌吧，你们也比较；人家跳个舞吧，你们也比较，懂吗，家人们？嗯，都会吹是吧？那就咱们那不叫吹牛，咱们那叫幽默，知道吗？那叫幽默，对不对？他其实也挺幽默的，挺会接梗的，对吧？好玩就可以了，开心就可以了，开心就可以了。我看见大宝在开播，我们要不要跟大宝连一下，家人们？要不要跟大宝连一下？